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7年7月30日，塞北中日俄联合训练基地，整体性重塑后的人民军队以焕然一新的风貌、威武雄壮的气势接受统帅检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沙场点兵，检阅部队实战化训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不断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海口舰，有着中华神盾美誉的导弹驱逐舰，开创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第一。2012年12月8日，这艘军舰承载了新的荣光。习近平登临海口舰，随舰航行4小时，这是党的18大之后习近平首次离京视察部队。这一天，海口舰劈波斩浪，航行在铺满阳光的航道上，统帅的目光投向辽阔大海，构想着人民军队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呢，也是强军梦。3个月后，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党的19大进一步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党的19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闽西小镇古田，见证了人民军队两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1929年寒冬，古田会议召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雪中点燃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熊熊篝火。时光过去85年。2014年金秋，习近平率领400多名高级将领来到这里，主持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我们来到古田，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及时清除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重振政治纲纪，重塑政治生态，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使这一重大领导制度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下来，成为人民军队军魂永驻、长城永固的定海神针。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全军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官兵维护核心，听从指挥，更加坚定自觉。政治建军，立军之本。在新征程上，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这支海军陆战队是2017年调整组建的新型作战力量。短短几年间，锻造出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
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迈出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取得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的突破性进展。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首次整体亮相，阅兵式上一个个在改革强军大潮中出现的新方队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随着改革深入推进，一系列让官兵提升使命感、获得感、荣誉感的政策制度落地生根，改革效能不断释放。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改革在法治下推进，法治在改革中完善，人民军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强化法治思想和法治思维，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4月23日，习近平出席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动。这一天，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首次惊艳亮相。这年底，辽宁舰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展开训练。人们对航母的记忆还有2019年12月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付海军，2022年6月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科技强军十年历建，一项项技术领域突破赶超，一个个大国重器横空出世，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提供了坚实物质技术支撑。点火！放飞歼十五飞机。放飞歼十五飞机。如果把舰载战斗机上舰飞行誉为在刀尖上跳舞，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就是刀尖上的舞者。18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突出位置，
我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军队英才辈出，人才活力竞相迸发。我命令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军开训动员，此后每年开年，习近平都签署开训动员令，号令全军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火箭军某导弹旅高原练兵，一场风沙不期而至。指挥员临机决断，利用复杂天候条件锤炼部队，果断下令继续起束导弹，在风沙中寻找发射窗口，准时完成导弹点火发射。从严冬到酷暑，从寒区到温区，从高原到海岛，从大漠到大洋，实战化演训覆盖全季节、全天候、全地域。练兵场上铺陈出一幅幅连训谋战、实训促战、强训胜战的强军画卷。强化练兵备战，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习近平号令全军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立起来，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立起来，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2018年七月，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安全环境防化侦察专业竞赛中，一位中国士兵的身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他连续穿越11道障碍，6个射击目标全部命中，拿下高分，和队友勇夺射击赛第一名。这名士兵叫王东林，来自赫赫威名的硬骨头6连。在备赛期间，他穿破了3套作训服，磨破了2双作战靴，在50度的防化侦察车内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克服眩晕、恶心等身体反应，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实现了自我突破。骨头6连以敢打硬仗、恶仗著称。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连队依然钢刀不卷刃，战旗不褪色，硬骨头精神仍然在这个英雄连队的血脉里流淌。能战方能指战，
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个强大的祖国。那么强大的军队呢，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了先进的飞机、防空武器，更要有啊，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这种勇气，这才是我们强军的魂。人民军队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施压，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驻喀拉昆仑山某部战士陈祥荣对祖国的深情告白。在2020年6月的边境冲突中，面对外军疯狂挑衅和暴力攻击，他毫不畏惧，冲锋在前。他的生命定格在18岁。英雄的个体来自英雄的群体，伟大的战士来自伟大的军队。齐发宝、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王卓然等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以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践行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铿锵誓言。宁可向前死不死，绝不后退半步死。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护。这是战士们最炽热的情怀，他们把忠诚和誓言写在中华大地上。我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决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完成好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隆冬时节，内蒙古阿尔山上寒风似刀，冰雪如刃。2014年1月26日，习近平冒着摄氏-30多度的严寒，来到边防某团三角山哨所，亲切看望慰问戍边官兵。
欢迎你们一起在这里站岗。心系基层，情系官兵，十年间习近平走进座座军营，踏边关，走戈壁，登战机，上战舰，体察兵情，关心兵事，排解兵忧。这是个硬菜，让这个战士们都吃好啊，保家卫国啊，更有劲儿。现在晚上这个温度大概有多少度啊？室内温度？15度左右，还是比较暖和晚上。现在的婚礼办完了没有？报告主席，还没有。还没有办完，那找个时间赶紧办了。是。统帅的殷殷深情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三军将士。十年戈壁鼎新，十年砥砺奋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政治建军立根固魂，改革强军大刀阔斧，科技强军奋楫中流，人才强军英才辈出，依法治军行稳致远，练兵备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力笃行，以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世界一流。